这样明明还在棚里当起摄影师。那么按照惯例，我们会有双主播，今天是哪一位帅哥呢？赶快来看一看啊、哦！居然还没有到吗？哦，主播迟到，这个摄影师不太专业，他怎么会？哦，那个人是 Leon L E O N 吗 ？Leon， 你现在在当摄影师？对，那请你把我对，先不要地震，我这个头很不能动的。好，黎明在上。好，黎明呢，今天要来当我们的哎，你这样大家会晕机，本来在吃年夜饭就OK。很不公平，你有耳机，我没有耳机。哎，你发现了？对呀、啊，这是货真价实的主播，而且还有粉扑，你有吗？我有谁？纸杯是，你看我有瓷陶杯，印着桃。对呀、啊，桃子。欢迎回到我们的花团锦簇的娱乐新闻。好，你再跟我挑衅去，迟早有一天我会的。你，哎呀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好高兴。密集通告才看得到哦。就是当你想对自己好的时候，往往环境不能给你自己对自己好。要是我自己来讲，我现在已经放假了。已经不在工作，想休息一个多月两个月，但手头上的工作是停不下来。当你有这想法的时候停不下，当停下来的时候，你那时候又没有这种心情，没有这种冲动想去玩，所以很矛盾的回事。